小鱼，10分钟后出发赶通告。给亲爱的老板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包容了我的任性胡闹。这份迟到的生日礼物，希望你会喜欢。 祝你生日快乐，心想事成，拿到想要的角色，不能继续保护你的黄小鱼。黄小鱼，黄小鱼，黄小鱼，黄小鱼。 黄小鱼，喂，安姐，黄小鱼辞职了。刚才忘记跟你说了，我把黄小鱼开除了。安姐，我们不是说好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吗？你心慈手软的能处理明白吗？开一个保镖而已，用不着大惊小怪。黄小鱼救过我的命，而且我也跟他说过了，他以后不会再犯了。 这次已经够严重的了，昨天你没看到戴总的表情吗？他是给你面子才不跟黄小鱼计较的，因为他真能信了黄小鱼那些鬼话呀。我昨天让他放手，你看他的态度，一个保镖不听话，这是我绝对无法容忍的。我不可能再给他机会了，而且你们的绯闻风波也早就已经过去了，节目组那次事情也没有人再关注，留着黄小鱼也没有什么用。 就算被开除了也没必要不打招呼就走吧，手机也关机。该不会他听到我打电话了吧？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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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很好。 再来一组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哟，大忙人回来了，怎么今天不用保护你们家大明星啊？回来就回来呗，还带这么多东西，是我的礼物吗？努力，我被开除了。开除就开除，多大点事儿啊？什么？开除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才告诉我啊？为什么呀？ 犯错了就被开除了呗？犯多大的错啊？至于吗？不行，我得给安姐打电话问一下。算了，别问了，没用的。怎么回事儿？要不你好好给他们道个歉，这么高薪的工作可不好找。而且你给云帆当保镖之后，武馆的生意特别好，你这要是被开除了，不累了，先回屋待会儿。小鱼，你还没跟我说你犯什么错呢？ 你要不想去道歉，师兄去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就叫小黄鱼了。我问你，你妈是不是生气了？那我是不是应该去给她道个歉啊？ 哎呀，你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，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现在，算了，问你也是白问。